吃到的是我觉得泡越久是越咸，所以说如果说你觉得口味重一点，然后是咸一点，就可以泡到三十天。开始了哦，有兴趣吃个鸭卤。第二场的咸鸭蛋也即将蛋糕哈，哦，你也是，因为姐姐非常辛苦的啊。那我们这边有一些鸡翅蛋，这是牛哥哥的饮料哈，结果并没有哈。哦，你进去啊！你进去啊！帅哥，来跟着我一起。